我们之间除了当兄弟还可以当什么呢？在你身边的感觉真好。在哥身边感觉不好是怎样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哥，你干嘛下床乱跑啊？我的世界只为了那个人绕着。你是不是知道我喜欢男生的事？你知道那种心里装着一个人的感觉吗？装一天倒还好，你试试看一个月、一年，甚至是好几年，能好一点？我这辈子会倒贴，只有一个人。我喜欢你，我喜欢的人是魏田，我喜欢我哥，给我滚！哥，你以为我想吗？我也痛苦啊！不要再把心思放在我身上了。我这一生的轨迹，用魏谦两个字就能贯彻始终了。但我没有要让你负责啊。行李，你一直都会在吗？下半辈子让我照顾你好不好？